大家好，再次回到白男频道。今天我即将拨打电话给几个陌生人，问他们一些关于性爱非常非常无聊的问题。我是 Jungle。Hello。啊，请问有空吗？对啊。哎，我想要问啊，老板。啊，我昨天哦，我把那个手指放在女朋友的嘴巴里面会怀孕的嘛？你讲什么东西？哦，把手指放在嘴巴里面会怀孕的嘛？你是谁？哦，我是随便打电话给陌生人，我要问很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确定。应该算掉了。好、哦，应该是不会了哈、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Hello.Hello， 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，请问您是哪位？哦，我是随便打电话给一个陌生人，我想要问哦，昨天我跟我女朋友舌吻了很久，会不会有孩子啊？会怀孕的吗 ？Hello。你说呢？舌吻会怀孕吗？啊，我不确定，所以可以知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不小心把那个什么，不小心把那个避孕套套在手指里面，过后做爱的话，会有孩子的吗？